传统神功戏每年农历七月做给神鬼看的，你爸每年都会做，今年选了这里，到时候这牌不是给人做的，是让鬼做的。谁把吉字的口关上了？哎，班主，现在七月，你别到处跑。为什么？穿他的衣服，这不是明天的演出，我想去。